微信上线修改微信号后，这算是有人欢喜有人愁。比如修改微信号后，我们不能通过之前的微信号找到删除的好友，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，就算被删除了微信好友修改了微信号，我们依旧能知道他现在的微信号是多少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，首先我们进入微信的支付钱包，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账单，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的全部账单，选择转账。这里大家想一下你给他转账的大概时间，然后我们点击进入这个记录，进入后我们依次点击申请转账电子凭证，申请，输入完对方的名字后点击提交，这样我们将会收到微信支付的一条信息，打开该信息后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微信号了。不过这里大家需要注意，这是找回删除好友的微信号，并不是直接添加。另外你要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，以及你必须给对方转过账。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